不要紧。我讲阿叔要你，我甲你讲。你甲我讲，可以。啊，你甲我加钱，哎，你甲我。我今仔我都加啦，你讲电话我看见我下落来了。0968。0968哦。叔要爱考你哦。你甲我讲，我就来啊。我接来，你走。0968哦。962。231。你拢是在了对啊，你住附近尔吧？我住伫家。哦。咁个过一下啊。要做主席啊！要叫伊走出来啊！嘿啦，讲叫等下要食饭啦。老师又刚考应者啦，拢应应啊。哎呦，大哥，薛大哥需要你的，马上过来。阿是，什么？阿在东来啊？你那咧东哪？你啊顿顿，你就靠我，我来，我就来，我东来了，我拉就说啦。阿你唔该紧。要，要，你甲我靠，我一定来的啦。要要，先上顶管，先上顶管。隔壁那个卖水果跟他聊了大概到10:40，跟他聊了一个小时。人其实还好，但是他没有，因为有一些人跑去礼拜六他儿子那边，有些台中的人跑去他那边了。你家那么近啊？对，因为你不是有那里，你家那条路行十分钟就到啊？我到遐跑15分钟，我遐到乌日街，我们到乌日街到伊边啊一条，同款时间。我到中心大学过一顶再过来这边哦，赶快去上。那今天人没有上次多，那边最好不要太多人。我觉得那边因为太多了，已经有一点意见，那个盘子。旁边的人都挤到。
对，因为一定听有听到一些。去交易去办个款啊！交易先直接临时播，我去交易呗。那个我都卖钱噶，那个表单拢没噶。那个都会有一些。啊，也人少些，啊，都拢。不过嘉义本来就是骑摩托车搞的吧？我没听。你听个你还敢要行过来我多？其实安尼无好呢，是啊。哎，我有摊贩就在表里讲。建议偶尔，你若想隔壁要哪一种？伊像今日，对啊，伊都爱隔壁做寡工作之类。啊，无就是客观机会。无，你直接加过啊，直播我这是听啊，来买啊，是安尼。自媒体要广告就对。就是结束的时候走一下。对啊，对啊。但他们就比较好。就不然，你如果只有拍他，偏要被拍了，就啊，都干的特别，反正我。薛大哥，主要你会考虑哦，薛大哥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兄弟们，100，100，100，这好好笑。没事啊。不行啊。啊，有本事。不行啊！我在。五百六。这种肉，重量包的。五百六。对，牛肉卤是吧？牛肉卤是吧？哎，好紧张，你紧张。老板。贴心啊，怎么能不贴心？布拉姆好，王玉锦好，朱良奇好，乐哥，乐哥是谁啊？没看过。白静庸好咯。老爷那边啊，行吧。老爷那边，老爷。朱良奇 ，hello。对啊，对啊。万这么高呀？马上快点。你做几万要买？来找你去好，谢谢。你给我导播一套餐。谢谢哦。不套餐。哎，大哥你好。哎。哪个位公车起来啊？我是刚来，要打你。你好，见。大师，白静庸的歌我都没看过哎，谢谢哦，王一雄。漂亮的啊！你还说你是忠实粉丝，你竟然说穿红色衣服漂亮的女孩子是谁都不知道，这还敢说你是忠实粉丝？太夸张了，竟然不知道。
大家帮我回答，后面穿红色衣服漂亮女生是谁？当然是板娘啊！进来问她是谁。罚你写板娘真漂亮十次，罚你打板娘真漂亮打十次。来哦，进来哦，动作快哦。哦，是哦，你有常看，因为我没看过你留言，因为有留言的，有红色围巾的那位是，红色围巾那个是恰北北啦，他不排了啦，哎，哦，对，而且要点在那部分，随便摆了。来店的人，真乖，常去来店的。是啊，我专门来店来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加三等啊！哈哈！大概进去不看。腰不行，腰不行，腰不行。打14次了吗？ 1、2、3、4、5。还有5次哎。大霸王。再等我一次 ，OK， 十次了，原谅你。你这边呢？你呢？不了不了。真难，不敢走。什么物件？什么物件？你拍下拍下。不了。你得丢。正经。哈哈哈。你讲加油站边啊，就去点几号啦，门牌啦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站边一片拢，加油站边一片拢伊个啦。三千几平。好啦，我无得坐啦。听下你哦。哈哈哈。来了来了，太熟。那个从台东改下来，对啊。豆花。鳕鱼。鳕鱼。鳕鱼。一尾鱼。一尾。一尾。泰国请你啊，导游帮你啊。有，剩下那一盘要不要包一包？多少？500块，都给你。这老外哦，跟子林讲，我叫人老板。文龙你好，三明经理你好，来，来上，进来，中午完哈，来鳕鱼、鲑鱼先吧，这样菜比较老实些。做一下嘛，龙血的，哦，龙血的，鲑鱼啊，鲑鱼干龙血的，我需要刀子，伙伴们，在那边啊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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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子，刀子。啊，一起煮，刚刚去。哈哈哈！刀子，漂亮，大块的，来，不要买1800、500就好了，火把火条，三条你看，四条你看，啊，你那块菜那边来五条，来五百块，今天你有用吧？有用，搁一条你看，来了五百块来，六片，六片，一片不到100块，这么漂亮，这么厚，哎，不是干大地呢，不高哦，来五百块来。进来来，三地四地五地，来六地哦，你来，来哟，来500块，鲑鱼，连鲑鱼都不知道，是不是刚怀鼠啊？最近那么，最近那么红，最好吃啊，我等库存来，500块鲑鱼都买到了哈，好来大哥来。哈喽学长哈喽，今天下午不用上班吧？来龙鳕鱼来，我是小姐昨天没有买到，可惜了。哇，好，今天是那多少钱？来，买300，变相来了500块，200块就好了。2份，1份。2片就超过了。2份。这一片再给，这一片再送给你，2块，2片，好
黄一雄，你手机听我直播，电视看直放。拼了！最后一个客人，龙雪鱼龙舟备了哈，200块，来谢谢大家，来，谢谢，还需要什么来？你们赶快讲，来鲑鱼，大哥多啊，不会丢来，等，你们几千哈，赶快变上上来，500块来，500块来鲑鱼，对我发，大哥你们结婚了吗？俊辉兄你好，大哥这吼，我在听个大家，哦，所以要消化能量，哦啊，当然，所以一定要吃鲑鱼来补充这个营养分。来500块来，500块来，500都，今日三条，500块四条，来5条，来这条搁请你来，500都，500块来，500都，500都，来500块，我还搞了5块，来这里500块来，啊这边啊无，啊拢下班了呀，啊来500块来，最后两个客人来，来500块来，500块鲑鱼拢准备了啊。来两个三条，有水无？啊，你鲑鱼啊，漂亮无？来四条，来5条，来500，来这条给我拎来，500块来，再卖一位鲑鱼都买到了吼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来，阿哥有需要啥？鱿鱼，抽花鱿鱼啦。阿大阿要鱼皮哦。哎，鱼皮来八块。黄医生你好。八块，好来。安仔阿罗阿罗，安仔，我今天不需要饮料哦。先吧。都马边金呢？板娘很漂亮，结婚了吗？她叫板娘，你问她结婚了吗？这个问题会不会太奇怪了？这不是包，面头前两顿麦肯定打，再先搞杯杯来，来紧嘞，阿哥要吃哪位来？动作快啊！来，烤花鱿鱼200块来，冇用，吃好了啦，你吃一下，我唔会用几块。来，小姐200块了，有，要几箱？做多少钱？好了，不用几箱，要几吨？来，给来，要比较快。要几箱？来200块呀！来，恁两个人去搞买买去。讲价钱呢？我搁加问了，啊，头家都有钱，哎，问了比油也较贵呢。直播。今年买油也加问了，来200，我们这个蘸酱真的好吃，超棒的。来200块来，两个客人吃，小姐你要几份？几份就好了哈。来200块来他也是要搬整箱的上海，如果可以，你就整箱买一买。来，鲍鱼三八鲍鱼冷拌或者今年来去鲍鱼，大家你好，200块弄装备了，来去包个箱，你去包个箱，我一讲完你来，我包冷拌或者200块，好了吗？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明天还要来哦，明天呢？来鲍鱼冷拌了，明天来干嘛？来吃中餐了、啊，来鲍鱼冷拌弄装备了。这是谁啊？那么生气？哎呦，原来是香娃娃！哎呦，1000块来，1000块。太要你，你太耀眼了，太耀眼了。来，要吃的那太闪了，我看不清楚是谁、啊。先别结了，咱未来边再开1000块的，来去包给我你来。看后面啊，大哥。大宝家你好。来，今天1000块，一个给冷巴登一家好不好？
两公斤啊，安尼两公斤啊，我看免一千啊，拼拼好不好？拼拼好。三个加落，加两公斤哦，这样是两公斤哦。绝对真，绝对差，绝对住安怎住落去？卖一千八百，来500块，500块了，三个客人出价了，两公斤。五百。一千块都买不到了，来500了。500了。500块，拼拼拼拼。加了就加了，对。现在有多少价？现在有就很好吃了。来500块，来最后再卖一个来。